湾媒体报道，柯佳嬿、许光汉主演的电视剧《想见你》下周即将完结，但11日却传盗版流出。福斯传媒集团以及三凤制作公司发声明，希望大家支持正版，用行动保护创作。想见你团队重申，唯一高质量、高画质、真正最终版只会在合法频道及平台播出，完结篇需要你的守护，希望民众用行动支持合法保护创作。最终完整版将在16日晚上10点中视播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